来，哥哥们集合一下，咱们开始投票了啊！创作时间飞快的流逝了啊，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大家的作品，好吧？好，好，请播放第一条短视频。我想家了，但是在我回家之前，我先送你回家。哇！这明明是个勺子。嘿嘿！哇！旁边还有几个看热闹的。禁忌啊，不能乱跑。还插鼻孔里去。好功夫，好功夫！哎呀，后面还有人呢，后面还有人唱。可以。江湖无需纷争，哥们披荆斩棘，斩草耶！哇塞，这句话很够狠的、哎，挑衅挑衅挑衅。接下来让我们的卓哥来分享一下这个利益啊。我们这个名字叫哥哥们的江湖，哥哥们身怀绝技，齐聚一堂，为的是什么？大家共同创造出一个好的作品啊！当然了，也要有火药味儿，看谁先送谁回家。耶、yeah ！好，果不其然，就是火药味十足啊！但是呢，我们大家也没在怕的。接下来，咱们放第二条短视频。走。哥，怎么了？我有事跟你说。我觉得小峰哥有点不尊重我兄弟啊！怎么会呢？我有这种感觉。阿开娃，阿龙，真能打兄弟的。他叫什么名字？李长刚，什么刚？高寒刚。高寒刚。高寒刚。咱俩在一块了。不记得。不记得，不记得。投资方谢谢我。哇哇，这很有意思，而且这个好像真人真事，真是。干，你有什么想说的，先说一下来。我觉得。我也不知道 Brady 叫什么名字。我知道，他姓布的。姓布叫什么？不知道。对 ，OK。接下来，春哥来说一下。我觉得是，虽然有点草率啊，但是有诚意，而且是这段时间就让大家不用说了，你看吧，对。OK。漂亮漂亮，大家记住这个作品。好，接下来呢，要看下一位哥哥的短视频了。Nice。
不够喝啊，要抢啊。一瓶牛奶引发了血案。这个就是李承宪对的视频了啊！这个视频呢，它的名字就叫“分干通围”。分干什么？什么？什么东西？分干通围啥意思？同位。同位。分干同位。对对对对。分干同位。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视频的内容，是觉得我们每一个哥哥们都是有带着这种分干同威的一个心境。很棒很棒，谢谢承宪哥哥。接下来要看第四组视频了。Three, two, one。我不信渠道进来。Action。各队员注意，各队员注意，披荆斩棘的哥哥公演马上开始，迅速进攻，迅速进攻。李翔，小朋友。闪开！抓刀子！我起鸡皮了，最佳剪辑，都很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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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春哥有啲难做呢单嘢，我之前以为已经好清楚，我已经清楚投边个，而家有啲难做真系。本来是想投炫哥的，我也是，然后想投春哥的，春哥那个，是的，是的。好，现在呢，大家要考虑清楚，要给哪一个组来投票，不能投自己，只可以投其他组。每人一票，是不是？有请我们的哥哥们来投票啦！好，湾区的故事哥哥组得了11票，很高了，赢了。去到劲舞团劲歌组7票，也是第二名了。分干同位李承宪组和哥哥们的江湖文卓哥组。分别5票，所以说现在是有平票出现。平票呢，就是组里找一个人出来喝牛奶，一口气谁先干谁赢。来吧，好，卓哥那边排出的是刘聪大将，重现这边是 Ricky 大将。来，我们拿个透明的被子，然后你们就倒到那个透明被子吧。盘子也可以。你现在放在碟子上喝。对，所以。OK， 这个明显，这个明显，呢个咪太好睇啊！这个是，这个好，这个好，来，哥们，怎么搞？来，准备好，3、2、1，开始。你挤他，对对对 ，Ricky， 快点，对对对，哎，对，一挤就行了，对对，哎 ，Ricky 这个喝的就，加油，是 ，Ricky 赢了 ，Ricky 好快啊，不错了，兄弟，没了没了，李承宪组获得了第3名，卓哥这边虽败犹荣，很棒的。恭喜陈小春阵营的哥哥们，你们的短视频将获得在微博
宣传置顶一周的奖励，同时你们阵营还能获得四公片尾的冠名权。明白了。今天的短视频大赛呢就完美录播了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张琪，很开心，超棒的主持。就我觉得那个其实是真的，就是我平常的样子，就是很饿。